爱心国际。那我们首先就是邀请 One Gang， 欢迎铁牛跟黄森同学。我们已经排到那个拉斯维加斯了。谢谢，被做得很满，我很开心。主要有五个区块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就看你们两位，还有 Josh 你们三位精彩的挑战者就 OK 喽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继续喽。Let's go。Go。异想世界当中的金藏区，从这个玫瑰开始，一直到上面这一区，下来到蜘蛛网，是他们现在帮我们画绘画的。然后我们的主题给大家就是你眼中的世界。哦，在一个爱心的话，我们的世界还是要有一个爱心在哦。有带眼红妆是不是？因为每个人的节奏、生活节奏都不一样，那你要自己拿出你自己生活的节奏。画一个上帝在拍摄。一个上帝，对不起，牛哥，有什么果然的心量？有天使团的一个人，我觉得我们到极限了。哎，这个我觉得很熟悉吗？没有，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。然后是对，就啊，是个钱啊，刚刚是一个梗而已，洗澡刷备用的。OK， 你洗澡用这么刷，应该蛮痛的。那我们就开始喽。一二三 ，Let's go！ 1:43，这首花生出场，计时。困难一点的夹下面，带种夹笔啦。老化的花生，1:53，三号选手铁牛 ，Let's go！ 好，70岁的铁牛。我以后在轮椅界，我就是个霸主，好不好？试验过这些东西，你就会知道，其实身为身障者的话，就是会觉得有很多不便的地方。所以大家之后如果在路上看到身障者的话，能帮忙就可以多帮忙一下。所以我觉得是让我们思考，可以怎么样去帮助人，或是让他们的生活，不会意外的受到那么多的障碍。我在外面的路上遇到，我真的不会准，我一定会去帮忙。对，我一定会去帮忙。看这个牛，真的，来喽！我们就是把爱传出去，爱的世界，爱的世界。对，无障碍生活节今天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。那继续跟大家预告，接下来在10月跟11月，在高雄跟台南都陆续有这个一个体验活动，欢迎南部地区的朋友也可以一起加入无障碍生活节，乐成功。